うわい。哎呀，我弄好了。哇，谢谢我小白白的摩天轮，感谢我小白白的摩天轮，谢谢。太难了，谢谢，谢谢我小白白，感谢我小白白。噔噔噔噔，哎呀。终于能正常直播了，太不容易了，我天哪。再次感谢我小白白的摩天轮，谢谢，谢谢我小白白的摩天轮。刚才怎么断了？因为可能是因为那个暖风吧，然后他那个插排直接爆了，嗯。插排直接就爆了，连着一二三三个插排都爆了。因为屋子里面实在太冷了，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把这个暖风打开吧，然后它可能功率太大了，嗯，吐了。残骸啊，那倒不至于，就是它就是不好使了，没说就是它出火花也没裂开也没啥地的。嗯，我回来了，嗯，欢迎我 AV， 欢迎云逸，太难了，真真，谢谢燃情协奏曲的荧光吧，谢谢。行，能好好直播就行了，能正常直播就行了，就挺好了。哇，欢迎阿奇里斯，欢迎 AK 大宝宝。这回就好了。欢迎迷恋下雨天的夜。谢谢我鸡蛋壳的荧光棒。哇，太好了。欢迎我淮蓝尘，谢谢菜鸟的点睛的荧光棒。愿你感知冷暖疼痛，心情依然保持初心，勇敢健康独立，关照生命 do what you gonna do。 欢迎醉如神。欢迎鱼一二三，欢迎航海先生，欢迎永太郎。欢迎懒惰的土豆，欢迎乐鱼旅。噔噔，我要把刚才没有弹完的歌给他弹完，要给他弹完。欢迎幽情月。
还圆滚滚的大米饭。欢迎对神明心动吗？欢迎幺幺九八，晚安要睡了，好，那你早点休息啊，拜拜。没事常来听琴哦。小鱼儿有画过去，
暗香简谱。暗香简谱。谢谢韭菜盒。欢迎一直不关灯。
哎呦妈哟，欢迎昵称短。这美梦颜色看着什么？走啊，看是没有关系，我们来给它调整一下，有没有好一点？这已经是我美梦就是本来的颜色了，再往下降的话降不了了，就最低就这样了。欢迎小龙，欢迎七姨，谢谢 uncle 的荧光棒，谢谢，欢迎新进的朋友们。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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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欢迎新山人。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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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笑剑谱。
欢迎淡淡的相思。到手起泡，当当当当。Thank you.
喂，接下来想送给大家一首《女儿情》。谢谢风铃烟花的荧光棒，真真好听，嘿嘿。欢迎陈宇，
这个就有点烦了。这些人生如戏的荧光棒，谢谢。稍微等我一下下啊，谢谢人生如戏。会用琴弦磨爪子吗？不会，不能让它磨爪。不是，有个伴奏吧，我给它转调，因为它是别的格式的，转不过去。你们会把音频那个，会把音频转换模式吗？就给它转换成 MP3 啊，或者是那个 WAV 的那个。谢谢小能手超超，谢谢你的荧光棒。谢谢小能手超超，谢谢。直接改后缀，我不会啊。老怀你会吗？直接改后缀就行吗？等会儿啊，怎么弄啊？重命名吗？改后缀，在哪儿改啊？ AAD 啊，然后它就可以了吗？右键属性，我试试啊。那也不行啊，不行啊。欢迎五沃哥，晚上好。欢迎松明。改成你想要的模式。那 LV 你帮我改一下好不好？帮我改一下吧，我把这音频发给你。我发你 QQ 上哈。欢迎 biu biu piu。着火凉。欢迎 SK90。啦啦啦啦，需要先隐藏出来。嗯，欢迎克罗米呀，克罗米晚上好啊，谢谢，随便来一个名字就行，谢谢的荧光棒。噔噔噔噔噔噔噔。
欢迎幺幺幺幺。现在等我一下，我去换双棉拖鞋，不行了，我脚要拔，不行了，等我一下啊。Glad to be alone until love came in on time, on time. Loving is easy. You had me fucked up. It used to be so hard to see. Yeah, loving is easy. When everything's perfect. Please don't change a single little thing for me. Ooh, oh, oh.欢迎北京老中医。噔噔噔噔噔噔。欢迎建业龙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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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改成啥模式？就 MP3 或者MP3 或者 WAV 啥的都行。嗯。欢迎 QYQ， 哎，我感觉我要冻死了，怎么这么冷啊？今天，不行，太冷了，真的。这个太作罪了，这个。哎呀妈呀！谢谢我 A V， 感谢我 A V 呀。等我啊，这回应该就好死了。哎。欢迎与你相遇。啊！他为啥就挪不过去呢？你是第一个啊！不行，太冷了，我真的，我快不行了，我真的太冷了。我刚才穿上的时候，我有一种就是说我不应该这样，我是一个女主播，我不行了。兄弟们，你们体谅一下我吧，我太冷了，我遭不住了，我天哪！帽子咋的了？哎，算了，太臭。噔噔噔噔噔。啊！我要换房子，真的，我要换个房子，我不要，我不要跟这住了，我不要。就
怎么就寒冬腊月了，我都快冻死了。谢谢1996的小厨娘，谢谢。这是颜值厨女的主播吗？你在质疑我？你这句话你说的，你细品，你品，你说这话是这个疑问句，你问的这个对吗？啊，虽然说我穿上了棉裤还有我的棉衣，但是你仔细看的话，看我的脸，我不是一个颜值主播吗？啊，看看这小小的这尖的瓜子脸，看看我额头的这个美人尖，看见没有？竟然怀疑我是不是一个那啥颜值主播？我怎么可能不是颜值主播？我只是平时我都是靠脸吃饭的，只是偶尔太冷了，然后可能就靠一下才艺吃饭这样子。家里没暖气吗？有，但是不太好用。你可能是个假东北人，哎，太难受了。就这样软乎乎、胖乎乎的，你把"胖乎乎"那三个字给我去掉，弹幕重新打一遍。谢谢蒙满巷的荧光棒，我不行了，我太冷了，兄弟们，我。说好东北冬天屋里穿半袖吃雪糕了，今年哦，今年真的这个供暖真的，供暖公司真的太过分了，我觉得今年好多地方都给投诉，但是也屁用没有，屁用不当。你说供暖公司要他干什么的？我不知道你们之前看不看到一个新闻啊，有一个负责人怎么说的，说我们供暖呢不是为了让你们把扣接上，不是为了让你们热，是为了让你们不冷。我都快冻死了，哎，真的，我这小屋我估计现在，你就想吧，我穿这么多，我脚拔凉拔凉的，现在我都想把手都伸兜里，我都不想弹了。那个我还真不知道，欢迎我小贝贝，欢迎，谢谢1111的点赞，谢谢。真真真真真，欢迎彭兄兄，欢迎蔡师傅，欢迎洛林。放歌不？你要听啥歌啊？谢谢落日六号的英国吗？安然想听啥？好久不见呐！噔噔噔噔噔！欢迎豆豆豆豆，欢迎为吾皇而来。我愿意给我裹一暖暖屋子，买个小太阳。也不知道咋的了，今年买的东西都不好用，好用的你这刚才就用一会儿，给我电脑那个直接整的那个卡牌直接爆了，不好使了。谢谢安然的办卡，谢谢，感谢安然的两张办卡，谢谢。安然有啥想听的歌吗？我给你弹呐。造型简直跟守望先锋的小美一模一样，守望先锋的小美长啥样？你们笑啥呢？哎呀，这歌太闹腾了，我换一个。守望先锋的小美，我搜一下啊。你是狗吧你？不是在你眼里我就长这样吗？啊？不是这是一个人吗？啊，不是你什么眼神儿你啊？我呸！一花一世界呀，是弹幕了。有的时候他弹幕那个什么，我说沃哥搁那笑啥呢？一花一世界简谱，
你选个韩的，这还不韩吗？其他的图片，那我这是个坦克吧？这是个，可是人气角色哦。那我还是别说了，因为我没玩过这个游戏，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樱花一世界是哪一个呀？蛮像的啊，不像，不像。樱花一世界，搜一下啊。放歌就行，你聊天好，是这个歌吗？我不是哦，不要往我身上啊，我不是。噔噔噔，纯洁的音很惊艳，却很的梦。高科技的不是这首啊。那个歌手是谁呀？欢迎零度可乐来灌。李智辉，是这首哈。这个还挺好听的啊。小妹子是穿的多，穿的多吗？我看是就是胖啊，像个很胖啊感觉。不是不是，哼。这个挺好听的。欢迎1990，刚好查的谱子也是这个，那就弹一首吧，弹一弹试一试。
大的海龟。噔噔噔噔，喜欢就行。欢迎小泥鳅。啊。谢谢，感谢安然的办卡，谢谢，谢谢你的办卡支持。我、哦、好冷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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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你们这几天都干嘛了？过节过得怎么样啊？欢迎小刘，小刘不对就溜。喜欢你，明天就开始上班了吧？好像就，是不是？明天四号了。啦啦啦啦，你们一直都没休息吗？厨房火炉烤火，这两天安然伙食一定很好。嗯。飞猪，谢谢飞猪的荧光棒。大家临近年关，是不是更忙啊？应该是吧。嗯，最后一个月了，冲业绩啊！冲业绩，过个好年。今年是2月11号过年吗？不是，是说你去厨房火炉烤火啊。我不，我这就是屋子里面太冷了，我明天再去趟市场，再去换一个暖风吧。欢迎油腻狂，喜欢你，欢迎禽兽先，就不冷了。没休息，上了三天吧，元旦也没休息啊。嗯，你们真的好辛苦啊！谢谢3010的荧光棒。你说什么时候有那种强制休息日就好了？就是比如说周六周天都是那种周末，就是法定假日，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上班老板说你不要来，你不要加班，周六周天你必须要休息啊，元旦了就好好过个节，放个假，是不是？哎，看起来好冷啊，没事，我再坚持一下。是钥匙扣眼镜啊，围巾到了。嗯，围巾你围了吗？你有没有试一试？又体质双修，但是我又不喜欢体质，就很不喜欢体质内的那种生活感觉。噔噔噔，就我是比较就，我觉得我就是不太喜欢别人管我。就是不太喜欢，就是别人就一直在管我的那一种，然后动不动就让我去跑腿儿，让我去，让我去那什么，让我去给倒杯水，泡个茶，擦个椅子，擦个蒲台什么的，我就好烦啊！噔噔噔噔噔。去应酬，去喝酒。东西很好，我女朋友说很喜欢，喜欢就行，喜欢就行。嗯，钥匙扣的话，那个贴心女朋友应该也可以用。嗯，那个男孩用、女孩用的话都可以的。眼镜的话，你可以给他那个什么，你看看他愿意要眼镜框还是那个啥。带镜片的，要不带镜片的话，你把那个镜片抠了就行了。这个眼镜框，我觉得偶尔戴着还挺好看的。噔噔噔噔噔噔噔。
其实真的以前没有感觉好，现在感觉到了。你说做老师，但是你知道我们不一样，就是我不是文化课老师嘛，我是那个就是艺术课老师。那你说一旦要是就是比如说放假了之后，放假了之后其实反而是我更忙的时候，为孩子们会趁这段时间的话都补课，就是课时要比正常时候要多很多，反而更累。而且周六周天都是大家休息时间嘛，然后就是我最忙的时候。谢谢大宝弟的弱鸡，谢谢，欢迎吃不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欢迎梁丹儿。噔噔噔噔噔。欢迎9300。谢谢9300的荧光棒。去应酬去喝酒。哎，我就可不会应酬了，就是在那种应酬的饭桌上，就比如说，我最慌的就是领导突然之间说来，举起杯啊，那个咱们那个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一顿发言，然后就挨个就开始说了，就跟着就是那个座位来，你知道吗？一个一个站起来啊，我敬大家一杯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是吧，说什么然后很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照顾啊，如何如何的之类的，然后下一个说感谢领导对我的栽培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一个接一个说，哎呦我天哪，到我之后我就拿着那个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就特别慌，也不知道说什么，因为就感觉就怕自己说错话。你在哪个学校？我尽量考过去。我已经毕业了。噔噔噔噔噔噔噔。欢迎小风。噔噔噔。欢迎依然沉默。欢迎我玛丽耶，玛丽耶晚上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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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2008的，不是，欢迎2008，对不起，看岔了。恭喜2008的粉丝们升到了16级，喜提成派制。One, two, three. 好了，不是不能看了吗？啊，把彩排都换了就好了，还是可以的。不行，我得坚持直播呀，我得。欢迎寒武器。噔噔噔噔噔噔噔！欢迎小鱼仙瓜，这衣服看着就暖和。我实在是太冷了，我就多穿了点。欢迎星际吉娃娃，谢谢星际吉娃娃的荧光棒，谢谢。我以为不能看，嗨，我又去淘宝买东西了。你又去淘宝买啥了？欢迎清许一世诺，谢谢清许一世诺的666，谢谢。来一首啊，哎，来一首李香兰吧，好久没弹了，不弹李香兰了，来一首，换一首。欢迎小，哎呀，欢迎我小娇妻，晚上好，好久不见，谢谢我小娇妻的荧光棒，谢谢。螺丝20种玫瑰，我花了900多。螺丝，
咋买那么多啊？什么时候换那么厚？不，不行，我太冷了，我刚才套上的，我感觉我要冻抽过去了，我要多穿点。我天哪，因为经常需要用是不是啊？欢迎南巡，来首水星记。
欢迎魔术师。今天先下啦，明天见哈。我天哪，我感觉我好像又感冒了。明天见。拜拜。嗯，明天见哈。明天还是一样的时间啊，每天的晚上八点。太冷了。大家拜拜。嗯，明天见啊。Dir zu sagen, anderen sind schon vor und war